亮，牙发亮，因为反正是。会有点嫉妒是吗？对对对，当他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，他有没有特别去跟你讲说这部片子拍摄的一些好玩的地方？没有特别，只是他说他非常喜欢那个花千骨。OK， 然后我自己也是他的粉丝，所以说我非常喜欢。